50岁张惠妹现身机场被拍，穿豹纹大衣，打扮高调，身材发福无人时。11月5日，有媒体曝光出张惠妹现身机场的画面，久未露面的她打扮十分高调，不过似乎又复胖了，引发关注。当天张惠妹穿着一件豹纹大衣，戴着帽子和墨镜，巨星范儿十足，身边紧跟好几位助理忙前忙后，而她全程悠哉走在后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露面的张惠妹身材圆润，看上去身宽体胖，肚子突出的十分明显。身边来来往往的路人很多，但大家似乎都没有认出张惠妹来。走到出口处，她指挥助理清理行李，自己则拎起名牌包包往前走，气场十分强大。近几年张惠妹很少营业，但生活品质丝毫不减，豹纹大衣价值11万元，手上的包包也远超2万元。50岁的张惠妹似乎一直过着神隐一般的生活，年过半百依旧单身，多次露面都被指状态堪忧，前几年体重更是一下子暴增到200多斤。虽然事业停步不前，但张惠妹一直在坚持做音乐，社交平台的动态几乎都和音乐相关。作为老牌歌手，张惠妹的唱功毋庸置疑，如今依旧在忙着音乐事业，也让不少粉丝感到欣慰。无论如何，还是期待她能够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，给华语乐坛做出更大的贡献。